队长，前面有个村子。哎，那咱们这儿可以去补点水啊。隐蔽，这个村子有点古怪。老贺，你跟我上去看看，其他人隐蔽。是是。队长，你看那个女的，美八字，日本女人。我试试啊。队长，怎么样？死子这个暗哨有我们上钩的。队长，他们人不多，要不咱把他收拾了。不行，咱们得绕道走，不能耽搁接三哥哥的时间。嗯，队长，他们上来了。啊！我还没动呢，你们倒早起了。猴子，给他们布个阵，老何、王勇负责狙击。老崔，对，我保李孝珍。机动。阿四，喂！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儿，就擦破点皮。哎，队长，我布着雷还可以吧？好样的，猴子。大崔，怎么了？队长，地雷。别动。你别过来，大家散开，好好警戒。
你现在四十八脚抬起来，大家抓紧时间，仔细检查这个村子，多找些吃的。王勇，给团部发报，报告我们位置。 这个地方不能久留。是。红英已经开始深入，可是还是没有跟三哥哥接上头啊。继续找，大战在即，限他们在三天之内，必须找。给红英回电，就说大战在即，三天之内。 必须找三哥哥。是。哎，你再加一条，如遇日军主力，不要硬碰硬。发。是。还真用上了啊。有备总是无患的嘛。哎，听说你们延边的苹果很好吃啊。啊，都让敌人给占了，哪还有心思伺候果树啊？放心，不会太久的。队长，咱们一定会把他们赶回老家去。队长。 姑娘，以后不用这样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平等？对啊，在我们的部队里，无论你是当兵的还是当官的，没有谁高谁低，都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平等。队长，队长，你看，行啊，大嘴。<笑>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够咱们吃两天的了。好，我这样，准备出发。好。哎，猴子。哎。 逃げたと。はい。森の中にトゥーザーはもう追っていた。ウト君は餌になったのか。北部一からの連絡。小中の方に爆発の音がした。香川も向かった。本陣突撃隊。 この情報をすぐ少佐に渡せ。はい。队长，果然有这病。这小鬼子也够配合的，没让咱猴子的连环阵白忙活。<笑> 好了，天不早了，咱们抓紧时间，前面找个地方休息。是。好，走。みんな知ってるはずだ。スパイの身元は分かった。逃げちゃった。少佐は追っていた。しかし情報はもう遅れたものだ。本部は化学武器の計画やめた。中佐。 そうすると、この間の努力は無駄になる。確かにそうだ。作った化学武器は数多い中国人を殺せる。化学武器は少ない。
裏手としての生物武器は生産した旧世伝世病全国消滅できるのだ。だから本部は生物武器の研究を進め早めに使うようになる。はい。按照咱们现在的速度，明天应该就能到达敌军主力部队的区域了。疼吗？不疼。他不疼，你才不疼呢。皮厚。我在想，这个李孝真怎么办？有声音。注意。大家散开。是。就是中国人。什么中国人？还真是急脾气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三哥哥。你是三哥哥？你就是红鹰突击队的队长方向同志吧？没错，我是方向。林贝。同志，欢迎回家。哎，真漂亮。出了什么意外？我向团部发的电报被日军截获了，紧急撤离。跟我们估计的情况差不多。那你现在是？长野忽然下达命令，马上将化学武器投放战场，我没有选择，只能携带有关化学武器的相关数据跑出来。有一支小队一直跟着我，我不能确定是否已经把他们甩掉了。马上出发。队长，原路返回吗？不行，敌人一定在我们的身后，重兵防护，连夜继续往前走，一点一点改变方向。王勇，嗯。给团部发报，已经接到三哥哥，即将返回。是，还是我来吧。好，高政委命令，用红鞍马发报。明白。